这用重的才用去到顶，用去到你来面板。因为地下道以前人行地下道沿山观光夜市出口通往捷运大桥头站。做得到，而且嘛，迄个是干路的啊，咱路走的路去山的。哎呦，你唔系啦，你忠诚叫你甲门口要去，你要问。没有，我有朋友想问你。有可能。哈哈，唔知。伊若真正，那哎呦，你甲门口讲要去，哦，肯定有人哦。伊会惊惊，哪敢去？哈哈，很歹势。演传一定拢收我的吼，我台湾大哥大的，你看，吼、哦，三间啊咧，三间头呢。到这条路去，中间高啦，那边中间高点。